那首先请瑶瑶以及我们非常可爱的光泉神自己的小牛仔为大家带来一段精彩的舞蹈表演喽。 就变得好奇，好像吐司涂上 buttercream， 慢慢起了化学反应。为什么常常会傻笑，心情也开始点点放晴？你就是开心餐厅，我幸福的典型。 好不好？其实取决于在就是每个月生理期来完之后，你有没有好好的做补的这个动作。嗯，对，好，谢谢，哇，好贴心哦，好哇。就小时候就是都是妈咪在煮，对，然后因为其实。 中药味还蛮重，还蛮苦的，会有一点害怕。真的。对，但是现在就是有了光泉的四物饮，我觉得这是一大的福音。对，因为很多女生其实怕中药味的话，它这一款就是完全没有，就是太多的中药味，因为它都是莓果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就喝起来很顺口。 它有一些就是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也都在里面，像珍珠粉。嗯，对，很棒哎！我听女生听到应该真的应该很兴奋。就除了四物的中药的补了之外，它有珍珠粉可以让你的皮肤也变好，对，重点是它口感非常好，而且就是可以天天喝，你就把它当饮料喝。嗯，对，其实我就觉得你们就女孩子们就把饮料这个东西戒掉。 然后改喝四物，它是一个利乐包的包装，而且它小小的就是非常可爱。然后因为其实出国的时候，因为我还是一样都会喝四物，对。然后以前带那种玻璃瓶的就很容易会撞破，但现在利乐包就非常方便啊。我觉得适当的舒压非常重要，一定要找到自己发泄的出口。 那其实我发现了出口，我如果觉得我心情很不好、很累的时候，我就会犒赏自己，让自己吃一顿很好吃的下午茶，或者是吃冰淇淋。对，我热量。但是你没办法，我可能一个月可能只给一次自己这样的机会，因为你就觉得犒赏自己一下，你当你吃下第一口冰淇淋的时候，哇，心情整个非常豁达。然后还有再来，我最近发现运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而且我喜欢让自己就是流很大量的汗。对，然后因为我蛮怕晒太阳的，所以我都选择就是大概半夜去跑步。 对，然后我一跑，我会跑还蛮远的，大概应该也有个就是10公里左右，我会跑很远的地方。好身材这件事情，就是真的要在就是发育期的时候就先做好。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希望自己有丰满的身材，就千万不要怕胖，就在小的时候就先把它养好，然后长大了再慢慢减肥，就绝对不会瘦到你的好身材。个人爱吃的东西，其实对。 我很爱吃海鲜，然后我也很爱吃就是淡奶类的东西，对。然后以前我爸爸小时候每天都会就是自己做豆浆，然后热豆浆加蛋，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就是补身材的方法。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每天早上要喝，而且听说会长高啦。虽然在我身上好像没有看见这个效果。接下来会有发单曲的计划，然后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期待，因为这一次的单曲就是会跟以往稍微再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嗯，会有竞歌热舞，一样有竞歌热舞会带给大家，而且会有比较特别的东西。我不是那么希望大家只关注在我的身材上，我希望让大家就是看到我更多不同的才艺，所以我就一直都有在做不一样的改变。其实还蛮希望可以再演一个就是感情戏，然后是认真的在谈恋爱的感情戏。对，像是谁？对，像是谁不重要，但是就还
生变得漂亮。长大之后择偶的对象会不会改变条件？其实会耶，我发现我以前喜欢的对象跟后来喜欢的对象的条件差蛮多的。我以前觉得就是大概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是现在就希望可以就是比自己再年长一点，然后成熟一点，可以照顾我的。
我觉得10岁左右我都可以接受。工作了这几年下来，我觉得都是我在照顾别人，然后我也还蛮渴望可以被照顾的。对啊。那有想跟哪一位男性谈这种恋爱戏？谈恋，我这个我还没想过，哎，就是只是希望剧情里面可以有谈恋爱的剧情。对。